干杯呀、啊！干杯、啊！真的好喝醉哦、喔！你问他有没有醉，他说我没醉。那你醉了吗？我醉了。Hello， 欢迎来到这张姐。这个是还有我们的姐妹。我们家人啊，在桃园的和义饭店。没错，其实是在和义饭店下面猫舞梦想乐园。这边真的是超好玩的。然后其实啊，我们两年前有来过，然后实际上两年过后，我们去了蛮多游乐园的，就觉得这边真的是很厉害，还是好心好，还是很厉害，还是很厉害。它每个不同的时段，真的会有巧虎出来跟小朋友互动，真的虎神会出现。对，好，我们玩完要去吃这边很好吃的。易慧轩，我好期待哦！好，我也是超期待。我们两个人特别就是中午也没吃什么，就是想要来吃。对，就等这一餐了。好，等一下我们玩完就去吃饭吧。小芝麻，我们去上面吗？芝麻在上面吗？超级大，而且我们在楼中楼，然后这边还这么大。对，你看我可以站好哎。我们去过那么多游乐园啊，发现这边真的是很厉害。对，但它价位相对也是比较高一些啦。对对对，他自己在玩那个王子救公主的游戏，很干净又好大哦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有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就是因为这里真的实在太大，你看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摄影机，真的，所以呢你就不用担心小朋友找不到。好滑哦！来，这边球球，球球在那里，等一下，我们这边。对，那我刚刚看到一个超级感人的地方，就是有一个小小朋友，他拿起来一舔，结果那个姐姐一发现就说不行，我要拿去消毒。就是他们真的是保持得非常非常的好。那小朋友在玩什么？我们不是每次去球池，球里面都会有一些凹掉或烂掉，可是他们这里都是完整的球，重点是很干净又多。刚刚那位妈妈，哎，我的大女儿。他表示他真的很饿，所以说我帮他去买了一个这个香蕉的可丽饼。芝麻吃吃看，咬一个，咬一口。哦，有香蕉哎，芝麻，他直接把香蕉吃掉，好厉害啊！哎，真的，他只吃香蕉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，喜欢吗？我们现在来到了易慧轩了，然后没想到一过来这边，对，妹妹你要果汁吗？我想要果汁。好期待等一下的餐点哦，你们还吃得下吗？吃得下，好吃的东西就会有一个另外自己的味。这是开胃菜酸辣粉。哇，好，谢谢。哇，天哪，这真的是太夸张了，这一道菜。那个海鲜豆腐堡是认真的海鲜豆腐堡，看看它里面有什么。干贝，基本上什么都有哎。海参，我刚刚吃这个也是超好吃的，这个软壳蟹老婆你绝对要试试看。它的味道真的好好哦，你试试看。三颗煎的，大鲜的啊，好吃，好吃哟。芝麻花也跳了，怎么办？是不是伤到棉花糖啦？棉花糖的关系吗？对，糖啊，糖就会融开。干杯吗？干杯呀！真的好喝醉哦！你问他有没有醉，他就说我没醉。那你醉了吗？我醉了。干杯！这柳橙汁加了什么？我们要赶快吃完，赶快回家。对，我们赶快回家。保持他的形象，所以我们到这里咔咔咔。好。芝麻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他是谁？芝麻，这是什么？酒醒，开始有点懵了。鸭子呱呱，鸭子呱呱呱，你错。这是鸭，天鹅。是天鹅。天鹅怎么叫？天鹅怎么叫？天鹅怎么叫？呼！天鹅怎么叫啊？我们来到了我们这次这部影片的重头戏了，就是这一个家庭房。哦，家庭房型，对对对，而且它真的很夸张哎，超夸张的，这是六人的，六人的。好，我从这边是大门，我要跑到里面，我可以这样跑。
超远的。大家你看，有三张床，其实这是一个六人的家庭房。对，我在猜啦，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八个人一起住的话，这边他会给你上榻榻米的。哦、对。而且最厉害的是，他每一张床其实好像都是加大的，不是那种对对一般尺寸，所以你们就可以想象它有多大间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已经是这是标配了，这个这种等级已经是标配。我跟你讲，可怕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。基本的是会有一套，已经这已经算很高级了嘛，就是一定会有淋浴跟浴缸，对不对？那个浴缸，对。说不定你来到隔壁，又再给你一个淋浴间呢。哇哇，六人房就不一样哎。对。哎，那第三间是什么？这厕所啊，就是那个。哦，抱歉。对，总是要有一个，就是你可以让你上厕所的空间，但是就是免去了洗澡的这个等的时间。我觉得这整个环境真的是太棒了，而且周遭真的好多地方可以逛啊，这旁边还有影城。对，但是还有 shopping mall 可以逛好多东西哦。outlet。对啊 ，outlet。然后还有我们刚刚去玩的嘛，巧虎啊，还有好吃的东西。太完美了，这地方。那我们明天起来带大家去看看早餐怎么样？老样子，明天早上起床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床睡得怎么样。呀，我们三个人芝麻睡一张，爸爸睡一张，妈妈睡一张。耶！早安，这边的 view 好美哦。有一个水水。对，有一个水水，那是池塘。好，我们去吃早餐吧。早上不是已经喝180了吗？好喝吗？真好吃啊！哎，他现在很会对镜头做表情哦，好好笑哦。然后每个棒棒棒棒，然后每一桌都有对，小朋友都有，小朋友都有，好可爱哦！我们两年前来没有哎。好像没有，我记得没有。我们已经 check out 了。check out 了。我们现在在哪里是吗？爸爸刚好教你。我要看名品城。对，我们在旁边的 outlet。好棒。这边用走的就可以走过来了。对，它有一个二楼有一个那个天桥可以走过来。我觉得整体上睡起来蛮舒服的耶。真的很舒服。然后昨天晚上啊，我看了一下我们两年前的影片。哦，芝麻真的好小哦。哦，我们真的好瘦哦。所以说，现在就变这么大了。所以说我真的要好好的健身运动，才能好好的陪伴芝麻跟芝芝。希望我们之后啊，一年内可以再来。对，扣走，因为我觉得真的扣走真的很棒，很舒服，而且它这边附近的所有的餐厅都好好吃，对，好吃，然后又好玩，基本上你想要做什么都做得到。对，因为通常有的时候你去一些饭店，你就会担心附近周围就没有什么好吃的餐厅，但不用担心，来这边绝对不用担心，也不用担心无聊，又有好逛，又有好玩的。你说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但爱有的车傻啊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！拜拜！这个按上面，按这个红。那晚上应该很好睡吧？请又跑步的朋友也告诉我说，小片那么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